何洛洛去参加艺考了。12月6日，何洛洛现身校园参加2020影视表演类省统考。偶遇途中，何洛洛一身黑 look， 脚踩小白鞋，手里还拿着文件，笑着与粉丝们互动，在人群中相当亮眼。何洛洛看起来状态非常不错，特别是侧颜绝了，唇红齿白，浓眉大眼，期待弟弟取得好成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